我是小康，又来给大家送福利了。现如今，颈肩疼痛的群体越来越年轻化，很多人年纪轻轻的就每天都要饱受脖子疼痛的困扰。颈肩一旦出现问题，不仅仅影响姿态的美观，往往还伴随着颈肩部的疼痛，更甚者还有记忆力下降、失眠、颈部僵硬、反复发作的头晕头痛等症状，严重影响生活质量。本套最新肩颈康复资源大汇总，跟之前整理的肩关节、颈椎病康复资源大合集不同，包括肩关节运动康复视频、肩颈理疗解决方案全套视频、肩颈解剖视频汇总、颈肩腰腿痛速效诊断与手法实战全套视频、颈肩腰腿痛等全身疼痛的针灸治疗、肩颈理疗直播课视频汇总、肩颈腰腿痛经络解决实操视频、颈肩功能训练视频和录音、颈肩腰腿痛一致带针疗法理论实战全套视频、颈椎手法操作视频、富贵包颈后大包处理手法视频、针刀治疗颈肩腰腿痛视频汇总、其他肩颈康复视频汇总、肩颈康复相关课件文档汇总等。肩颈康复资源已网打尽，因资源太多，只能将部分资料截图如下：一、肩关节运动康复视频共六节，中文发音；二、肩颈理疗解决方案全套视频共八节，中文发音；三、肩颈解剖视频会总共三套，分别为十节、七节、两节，中文发音；四、颈肩腰腿痛速效诊断与手法实战全套视频共十六节，中文发音；五、颈肩腰腿痛等全身疼痛的针灸治疗共一六节，中文发音；六、肩颈理疗直播课视频会总共三套，分别为三节、三节、一节，中文发音；七、肩颈腰腿痛经络解决实操视频共十八节，中文发音；八、颈肩功能训练视频和录音共178个，中文发音；九、颈肩腰腿痛医治带针疗法理论实战全套视频共79节，中文发音；十、颈椎手法操作视频共五节，中文发音；十一、富贵包颈后大包处理手法视频共七节，中文发音；十二、针刀治疗颈肩腰腿痛视频会总共四套，分别为五一节、十节、两节、十二节，中文发音；十三、其他肩颈康复视频会总上百件，中文发音；十四、肩颈康复相关课件文档汇总共十五个。 PS， 参加活动的所有粉丝们还可以免费得到以下六大超值赠品：一、美国运动功能性训练课程共九节，全套中文翻译；二、功能性小工具器械视频教程共三八节，中文发音；三、次法九法学全套视频课程上百节，中文发音；四、正骨视频共十五节，中文发音；五、全身精准拉伸方法共二十三节，中文发音；六、中医推拿按摩手法教学共三十七节，中文发音。